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今天是圣餐主日，好不好？这个时刻，我们来准备我们自己，也准备圣餐的餐具。饼呢，你们可以用苏打饼，或者是用面包来代表。还有杯呢，你们可以用 Ribena， 如果有这个葡萄酒的话，也是可以。先准备。这个时刻，让我们来听一首歌《十架的爱》，来准备我们自己来领圣餐。今天早上是的，弟兄姐妹，听过了那首歌，让我们能够回想为什么耶稣基督会上十字架。在哥林多前书11章23节，保罗如此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所领受的，就是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个夜晚，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那饭后呢，也照样的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业，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喝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他再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审查，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你们中间有好些是软弱的，已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
若是分辨自己，就不致而受伤。弟兄姐妹，这个时刻让我们花点时间来审查我们自己，在这个期间我们是否有没有在言语上犯罪，在思想上犯罪，或者在行为上有做一些主不喜悦的。我们花点时间呢，来求主来赦免。耶稣基督的宝血有这个功效，能够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弟兄姐妹，若有软弱的在我们当中的，也可以求主耶稣基督来坚固我们，给我们这个力量，好不好？这时候我们花一点时间来为自己祷告，求上帝来赦免洁净我们。哈利路亚，我们一起开声来为自己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先感谢你，给我们一个十架的这个恩典，让我们能够借着主你所为我们流的宝血，我们一切的罪能够得到赦免。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能够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恳求上帝来洁净我们一切的罪。主啊，这是何等的恩典！主啊，我们身体有软弱的，又恳求主你大大的来触摸医治。哈利路亚，好让我们能够得到坚固，得到造就，得到帮助。主，满心感谢你，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你的十字架的爱是何等的奇妙，我们真的是在你里面再不是一样的。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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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刻，让我们拿起个饼，我们一起的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仪式来纪念你。这个方式呢，让我们每次的都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是何等的软弱，何等的不完全。但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你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你的破碎的身体，是为了要让我们得到痊愈，得到医治，得到造就。主啊，满心的感谢你，恳求主你的洁净，洁净我们每一个人，借着我们所吃的这个饼，身体呢能够再次的得到力量，我们心身灵呢都能够得到这个造就。满心的感谢，我就祷告奉耶稣的名而求，阿们。这个时刻我们一起的来领受这个饼。一样呢，我们也是拿起那个杯，我们就请师长为我们来为这个杯祷告。Thank you, Lord Jesus. We want to thank you for your blood that has shed for us. Lord, we thank you for your sacrificial love. Lord, as we partake for this cup, we will do it in remembrance of you, O God, Lord Jesus. Lord, we thank you for your care for us, and also, Lord, for your abundant grace for us, Lord Jesus. Father, as we partake of this cup together, I pray all this in Jesus' name. Amen. Amen. 我们一起的来喝这个杯。我们满心感谢上帝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借助这个方式呢，能够得着上帝的力量，上帝的帮助。记得耶稣基督为我们破碎的身体，是为了能够医治我们，他的鞭伤呢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在他里面重新得力，他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恶。这个时刻我们请牧师来为我们众弟兄姐妹，在线上一起领圣餐的弟兄姐妹，若有什么的需要，我们凭着信心来相信，主耶稣基督呢必定会搭救我们。牧师，请。在荧幕前的弟兄姐妹们，把你的双手举起来，让这成为你向上帝的一个祈求，说你要上帝的医治。那我们凭着信心来祷告，凭着信心来祈求。我们在天上的父，
你看到我们高举的双手，主，我们祈求你在这时刻给我们赐给我们身体上的医治，让我们的疾病从头到脚的有疼痛的，有不舒服的，主啊，这疾病都要一一的被挪开。我们求你让我们的细胞能够恢复起来，让我们能够有健康的身体。是的，也祈求在心灵上需要医治的，在这时刻，主啊，你也来释放，让我们的心灵得着自由。有感到忧郁的，有感到软弱的，有感到不能够集中精神的，有感到沮丧的，哦，主啊，你都一一的来安慰他们，让他们能够重新得力。主啊，我们在你里面必定如鹰展翅上腾。主，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医治我们身体，医治我们的心灵。主，我们把我们自己还有整个教会、我们的社区、国家都恭敬地带到你施恩的宝座前，求主你来赐福，求主你来带领。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阿